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100克，蛋100克，白细糖100克，蜂蜜30克，低筋面粉90克，抹茶粉10克，泡打粉2/3小匙，蜜红豆50克，白色牛奶巧克力100克，黑色牛奶巧克力100克。阿达叔叔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啊？刚刚听少奇在形容他老师的时候，我有一个不错的 idea。阿达叔叔，难道我们今天要做大暴龙饼干吗？也太棒了！需要这样吗？你也太夸张，也太夸张。差不多，但没那么肤浅。肤浅？阿达叔叔，做点心还有分肤浅跟深度啊？当然有啊。今天做出来的那个点心呢，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可怕的怪兽，可是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它甜滋滋的味道融化。甜滋滋，这么神奇，到底是什么点心啊？就这个啦，这是什么？马看过吧？这是什么？马德莲。对，这是马德莲的蛋糕。好，马德莲蛋糕呢，我们今天要做抹茶口味的，所以这张怪兽的脸是绿色的。然后呢？这个是甜滋滋的味道，这是什么知道吗？红豆，红豆，蜜红豆，更甜。对，更甜的蜜红豆。来，我先要请抹油哥，好久没做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抹油哥，来，抹油哥，把它抹一抹，然后那个烤馍抹了油之后呢，还要撒一点粉在上面。好久没有抹这个。对，来，这下抹油哥，剩下的给你。蛋，我要蛋挑战。蛋不用了，蛋不用挑战，全部吗？对，全部啊，全部就不用挑战了。对啊，全部。好，糖，糖，全部。今天没有大家，我帮你用手，全部来。我是因为用手。油哥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好，就是这个是蜂蜜，不要乱。好甜的感觉啊，甜滋滋，但是甜滋滋，难怪你会说甜滋滋。甜滋滋，那抹茶不甜。来，搅拌，搅拌。我要帮忙。马德莲是最简单的，你们都做过好几遍了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今天把它做成抹茶蜜红豆口味。加油加油，因为要把那个颗粒整个对融化，然后上面撒一点粉，撒薄薄的，不要撒一坨一坨的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倒奶油，你不能停喽。不能停，慢慢用，咬牙硬撑。加油加油，先停住了。加用一下，怎么不能一两下？不然会融，那个会分离。对，因为水和油不能混合在一起，要用蛋白，蛋白蛋黄，才可以融合。有没有觉得很欣慰？没有白焦，欣慰让你很欣慰。可是他快要撑不下去了，我知道。这么甜，我想要用。阿达叔叔，我想要。快要撑不下去了。阿达叔叔，我可以。我可以撑下去。你可以撑下去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快。龚家安就可以。我想要帮忙。可以的，有变。等一下，有的你忙。哇！哎呦，你们怎么杀成什么战场啊？天哪！所以我才想帮忙。你真的太久没做这些事，年久失修，生疏了。久失修，我可不可以帮忙？接下来要干嘛？筛面粉。面粉。面粉类的。泡打粉。抹茶粉也要吗？抹茶粉也要。我要变绿的了。抹茶。我爱抹茶。哦，好酷！哇，好香的味道，抹茶味。抹茶。就是抹茶冰淇淋，那个超商卖的那种抹茶雪糕。那现在就是鸭粉类的，而且我好像第一次做抹茶，第一次。我们有一次做抹茶，还有草莓。我看到这颜色，只想到花椰菜。哎，很像那个颜色。这时候可以把蜜红豆倒进来。抹茶红豆蛋糕之类的。超级无敌的好吃，哎，所以这样子你们学起来，最后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啊。创意，而且不够啊，应该不会，而且一次产量可以差很多。好，试试。好了，哎呦，我们的怪是时候大暴龙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放烤箱，用180度烤15分钟就好了，免得它变成黑的。哎呦。
就变黑怪兽。黑兽，黑怪兽。早上，好吃吗？早上在干嘛？在偷吃。它又变成大蚂蚁了啦。十五分钟，好，赶快去听。我们要听一个怪兽的故事。你在干嘛？这个点心很快就烤好了，不然要变黑怪兽。赶快！怪兽，涂在脸上变怪兽，快走！